三年在这边排。哦，他从哪边来的？我是从台中过来。顺泽宫的帽子冠军帽非常的热门，那我们也准备了大约有7000顶的帽子，在四月下旬会推出，然后补助给四月下旬以后入住的游客。那就是有意识到顺泽宫的帽子现在在全国是非常的夯嘛，那刚好搭上这一波的话，做一个整体的行销，那希望能这样子的整体行销能够带动更多来彰化住宿的游客。标准就是一人一顶，没错，就是一个房间。是得用一个人申请1000块嘛，那基本上也是一个房间送一顶。那一顶，那因为顺泽宫那边帽子现在很夯，它并不是马上有生产出来，所以我们是会发一张提货券，然后请他再到顺泽宫去领取。那顺便也是带动一下顺泽宫周边的一些旅行的部分，这样子。